是吧？在这种时候居然还要跟这种跟人对战。这里有个自动步枪，混蛋！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回事啊？哇哦，自动步枪哎，拿了。Maybe there's something. 啊，你拿了？对啊。好吧。这边可以补血，看你要不要补一下。嗯。后面那边，等一下，他看到我们了。Shit！ 任何能动的东西他们都要解决。对。他对我们开枪啊！先堵到这里来，能不能从后面偷袭他们啊？好像可以。没有，用燃烧弹就好了吗？燃烧弹，燃烧弹，说的也是。我刚才想拿那个手榴弹出来。哎，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一把自动步枪。这边还有一把，左边这边你往后面，你往后面。这边还有一把。OK OK， 他们在哪？OK， 哦，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啊！我还有13个，他们在哪里？在这边。快跑！这些家伙，Come on, bitch！ 来吧，来吧！为什么这边会有所谓的走私者在这边？会爆头，正点。补一下血。这也有猎枪啊，混蛋！哎，这边怎么会模糊的？有烟雾，有烟雾。哦，这边居然有。这些枪都好垃圾啊！你是在炫富吗？你是在炫富吗？起码比我手。怎么还有人在叫？啊、还有人在叫、欸？应该是里面。哇塞！对他有没有把那个？走私者全杀，而且背景音乐越来越紧张，燃烧起来。这哇，这也太多东西了。我一定要换一个手榴弹来一下。3500多，我看我3500，3500。修理武器，哇，超屌！你拿了？啊，我拿。这，我开门，来吧，战个痛快，战个痛快吧，你们！Oh yes, oh yes. Oh, fuck. 哇塞 ！Let's see what we got here. 燃烧瓶又有。看到他们了，旁边居然就在旁边，后面还有，哇，踢不倒他 ，fuck， 哇，我居然被干掉了，
他怎么就跑到我的后面了、啊？不是吧？哪里？他在哪里？他刚刚就突然之间出现在我的后面，然后哎，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这个混账。对付这些混账，还是用枪吧。你走到哪边了、啊？怎么我没看到你？哦，不用担心，把这边的东西都搜刮一下。1200多。哇，我看到你了。哇，好多东西啊！这些走私者到底是走私什么东西的？哦，这边有个小岛导览。对，刚想说呢，耶，可靠的稿有什么用？我们要找一把钥匙。等一下，等我先搜索一下。Shit. Yeah, it's locked. Had to lower the boom on some slug.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人。哇、oh, shit， 可以哦，一千秘密档案，漂亮，中型步枪，哇，突然在这里就多了好多枪啊。对啊，可是我总觉得枪对于僵尸没什么用。哎，我找到钥匙了。猎枪，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了。1654。万能斧。我应该是升级了吧？还没升级。万能斧，看，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上是不是应该就是多准备几个种类的那种武器啊？啊，我已经有很多了，真的。最主要我身上的背包空格不够。我们是这样出去，嗯，从这边出来，然后我怎么总觉得它的指示好像有点怪怪的？我要用一下枪。你用枪干嘛？没有怪物，没有怪物，啊、好吧。走，什么怪物是丧尸？就。哦，摔了，感觉好一点了。这应该是要出去了吧？啊，对啊，感觉好那么一点。Yeah, we did it. Oh, thank yeah. God we grew. I didn't think I'd ever see daylight again. Mike, are you okay? Shit. What happened to you? Somebody pushed me. Hey, man, what happened? Who pushed you? Stay away. What the hell is that?All of us in danger. What? What is it? Oh, shit. What? He's gonna turn. Maybe we can restrain him. Oh, God. No. There's nothing to be done. I knew he was bitten, so I pushed him. What? What the hell were you thinking? He was already lost. You would have left him behind. But I had to know what that mutagen would do to someone who was infected. Oh, my God. What the fuck? Jesus. Look at him. Shit.
天哪，又是一个新型的变种。啊，这个变种也太什么了吧？太变态了一点。对啊。天哪。现在是要去干掉他的意思吗？我觉得我们好像是要去干掉他。天哪，他在大叫。等一下，我要出售一点东西。哦 ，shit！ 我也该出售一些东西。这个家伙就可以。shit！ 鱼叉我感觉不要了吧？还有信号弹也没有什么用了吧？鱼叉我也不知道用来干嘛的。对啊。变种的僵尸，感觉好，神勇啊！听到他的叫声，我都感觉可怕。而且我觉得我们拿枪去打他可能是没有用的。他这里有个猎枪，还是只能够拿这个。Holy shit.看来我们应该是要进去跟他决一死战了。哦，哎，我人类吗？人类吗？哎，什么东西？我现在是，你们是跟人类打还是跟丧尸打？刚刚他是一个人类，可是他后来变种了。哦，恭喜恭喜！哎，快点，卡卡，快点！等一下，不然我就先下去跟他战个痛快了。我先升级。天啊！装备一下，等一下。我下来了。What the fuck, man？ 哦，天哪，他的右手特别的强壮。shit！ 你干嘛不放个火瓶进去呢？我觉得他跟那个 Silent Hill 三代里面的一个怪物好像。哇 ，shit！ 被他打一下，半管血都没了。快跑！还有其他僵尸啊？不是吧？你过来，你过来这边，对，我丢炸弹，我要用火瓶。哇，你扔到我身上来了，我先不，你大概就跑我还有外面的那几下吧，我在上面打他，跑过来吧，对。我在上面打他，这边有其他的僵尸啊，完全解决啊！他来了 ，shit！ 哇！死了！不！先死了吧，先死了吧！啊！在上面打他，我绝不！这可以开，这是干嘛的 ？fuck！天啊！怎么有其他的僵尸一直在冲进来？我打小丧尸吧。小丧尸，那大的就是交给我。
可他们一直跳进来啊。这东西到底启动是要干嘛的？哦，可以喷他。好像没什么用。过来吧，过来这边，从那边过来。哦，没了。不是吧？哇！我总觉得你丢的火瓶会害到我。Fuck！ 放开我！天哪！哦！快跑！你到底在外面干嘛？看好戏！我在上面打，不然的话两个死了，两个都会死了。我在上面用枪帮你解决小的丧尸。难道这些小丧尸不会是源源不绝的吗？shit， 我已经没有那个补药了。这些小僵尸感觉真的是源源不绝的。不是吧，这难打了真。天啊！你还是开一下那个东西吧，那个东西应该有用的，不然的话放出来没用。哇，没有烧到他，叫他从那边过来。对啊，其实只要一直烧它就行。对，一直要开这个东西就可以了。不过它很难计算它走过来的那个。他手上的东西要在挥，他自己身体都不太稳定了。好，我下来。OK。哇！看来小僵尸是没了。哇，大家都追着你跑啊！哦，差一点。哦，炫！就一直让他站在这边，让他一直被烧就可以了。就引诱他，引诱他一直攻击我，他就一直站在这边。再开，再开！哦，血被打死，血不小心被他打到了，快点来救我！来不及啊，来不及啊！在里面呢。血。哇，看来他的攻击距离非常的长啊！哎，这个行。OK。哦，被我打了。哎，天哪！那个木棍你有没有拿？没有。我不给你吧，这个。你没。这个是很木锤。对，我要这东西干什么？你不是比较重型武器？还是拿点适合自己的。我手上的铁锤就很适合我了。小铁锤，我这个散弹枪没子弹了，只有两发，只有两发。这里应该有子弹吧 ？Well, how do we get to Henderson?
这里没有子弹。哦。There used to be an old ferry that the locals used to get back and forth. See if you can get it going. Once you found a way across, the rest of us will link up with you. Are you ready? Oh shit. I'm up for it. Watch your back. We'll join you once you've cleared the way. I heard that some escaped prisoners might be in the area. Be careful. I already told you. We have to know what we're dealing with. If the infection spreads beyond these islands, the entire world is fucked.